早上好，朋友们，今天是五月多少号？五月不知道，忘了，反正就是五月吧。五月十几号？八九号。我们刚刚吃完饭，早上起来炒了一个蛋炒饭，然后浪浪兄弟正在刷碗。浪浪兄弟非常勤快的啊，昨天又做饭又刷碗，今天还是又刷碗。我的东西基本都打包完了，现在就差装车了。今天要把几个东西放在祥姐车上，因为有一个大下坡，怕再倒车，所以要减轻点重量。好了，东西都装完了。今天这个绿色的包跟移动电源都放在祥姐车里，因为这两个包都有60多斤。要下这个大土坡，我的妈呀，所以最好还是减轻点重量吧。上山时候摔一下就摔一下了，这下山时候如果摔一下，那就可不是轻的了。这个包还是放在浪浪的车里了，祥姐的车也没有地儿了。看看这个大陡坡，这还不是最陡的，下面那个才最陡呢。穿上祥姐的衣服了。我昨天丢了一件羽绒服放在车后边，被风刮跑了。这是我们的垃圾，所有东西都收拾干净了。还是那句话，来的时候什么样，走的时候还什么样。今天天气太热了，护膝就不带了，直接羽绒裤。好了，准备出发，戴上我的安全帽，还有眼镜没摘。我的，这咋走啊？这。哇，黄药师，有点紧张，哇，太紧张了，哇，要不行了。黄药师，碧海超声曲，我先走一步了啊。哎，把火熄了，慢慢往前滑吧。哦天，太恐怖了啊！其实后面的东西还是很沉的，还是很沉。不行，我这停不了了，我先下了。好，哦，救命啊！啊，哎呀，行了行了，这有一个小缓坡，休息一下休息一下。坦途下这个坡也得慢慢悠悠的，看看，非常陡。加油 ，Go Go Go！他们怕我挂掉，给我一手弹。这变了，你就输43800。43800，好的。同志们，革命尚未完成，还需继续努力。我先走了。来吧，兄弟们，我先走了。我去，不要着急，不要着急，一定要稳住，一定要稳住啊！对对对，非常好。对，稳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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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！开始到一个拐弯的地方了，啊，这个弯非常小啊，一定要慢，一定要慢，不要着急。对对对，木木你要加油啊，寻木你是最棒的哦。哇啊啊啊！哈哈哈哈我完了，啊！救命啊！稍微捏一点闸，这个土就滑，一拐弯。不要打火，你直接放。没打火。放那什么呀？没打火。哎，一走，一二走，哎呦，阿林牛逼！哎哎，你先骑上，你先骑上。等会儿，你拐弯拐死了。再来一遍。这回一定要稳住，稍微捏点闸，一就不行了。它这个地全是沙石地，特别滑。刚才只是速度有点快了，稍微有点快了。哎，我还得再放慢一点，还是放慢一点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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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千万慢慢慢慢，能有多慢就有多慢。好了好了，拐过这大弯了，太棒了。下面是。
下面是这个直的坡了，不拐弯就还好点，不拐弯还好点，就怕拐弯了。哎呀，太棒了，我觉得有希望了啊，快成功了，来吧宝贝儿，耶，你是最棒的宝贝儿，对，就这样，哎，可以可以，来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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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幸好今天把东西卸了点，要不然更惨了。哎，还都是坚实的。好了好了，这回可以了，下来了。啊！啊！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啊，成功了，下来了。哎，哇，好刺激！阿林林的力气是真大，等会儿他们一会儿就来了，刚才就稍微虚虚的快了那么一点点啊，稍微一捏闸他就倒了。行了，对于我这个初学者来说，我现在的技术在一天一天的提高啊。前面呢，蒋姐在后边啊，过来了，哇，太美了，我从无数座山翻过来的，继续，这山顶上全是牦牛，一个一个小黑点，终于到了雪居拉山的山顶了，大家看一眼，从此就开始下山了啊。哇，不容易，一直都是一档二档一档二档，不过我比祥姐快一点，祥姐还在后边呢。从这上去就是雪居拉山的观景台了，不准备上了，继续往前走。哦，祥姐过去了。哇，他们在这儿呢，怎么了呀？休息啊，来来，朋友们，休一会儿，休一会儿，吃点花生米，喝点酒，喝完酒再接着看。好嘞，然后那是红酒吧？可乐，喝什么酒？哎呀，休一会儿，这几个人还在这直播呢。啊，太爽了！这个怎么会咸？阿林这车上有股牛粪味儿。他不流泪。大事不好啊！他压屎了。美丽的蓝天，美丽的白云。安静一会儿，享受一下蓝天白云。吵吵吵吵，烦死了。往前面走就是贡觉的方向了，就进入川藏中线了。这是乌鲁木齐国道，爽啊，没有一辆车。朋友们，实在抱歉，其实我骗你们的，我一直在呼伦贝尔大草原呢。来，给你们看看大草原啊，看看这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啊，朋友们，野不野？呼伦贝尔大
草原。哎妈，他们让我回去呢，说在这儿露营了。啊，朋友们，看看，果然非常野啊，这条路。像这种白塔，这也是白塔，非常少见。然后，到这边才能看得到，非常少见，果然非常野啊。看看这个多么原始，太有味道了。今天就跟这儿露营了，在这个塔边上，风景不错。看了看，就这个地方还比较平整，就跟这儿扎营了。大事不好啊，受伤了。砸地跌的时候砸到手了，擦点碘伏吧。哎呦，崩我一脸！哇、哦，好疼啊！创口贴。这地方全是大老鼠，能不能钻进去？受伤了。不过没事，多可爱的创口贴。在就在你这边呢，没东西啊？啥也没有啊，我刚才看也是啥也没有。我靠，那
那难道是风吗？你先别走。没有是吧？没有我就出去了。先别出来，等会儿。现在有，要有的话早就跑了。我怀疑是不是牛啥的呀？我就想让你偷偷摸摸看一眼。你看我刚才看了，我能看见你那个位置，啥也没有。哦，那就行了，那我就出来了。嗯，刚才我帐篷外面不知道有什么东西，一直在蹭我的帐篷。我就跟浪浪说，让他看，帮我看一眼，因为我不敢出去啊，我怕这个出去之后有点什么东西把他吓着，把我攻击到。没有，我正好能看见这块，这啥也没有，咱这东西吓死我了，你知道吗？真的把我吓着了，我操！我这妈逼什么东西在这咕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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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。这个念经的东西一直在响，这个还行吧，嗯，我应该也能睡着。我的妈呀，朋友们，虚惊一场啊！因为今天当地老乡说这个地方有熊，所以刚才一直在动来动去，我以为是熊啊，或者是牛什么之类的，我也不敢出去看呀，所以就让浪浪扒着窗户看一看，还好，只是风。风吹的那个天幕跟我的帐篷来回蹭来蹭去的，虚惊一场，吓死我了。不行啊，朋友们，这个地太不平了，这个大坑，两个大坑啊，中间这个凸，这边凹，这边也凹，太难受了。想起那儿还有一个蛋巢垫，对，把他的蛋巢垫拿过来铺上，再加一层，要不是今天晚上睡不好啊。去香姐那儿拿蛋巢垫去，我都脱完衣服了，就这么着吧，不穿了。哎呀，冻死我了！来吧，来吧，来。哇！拜拜了，您来啊。好了，又铺了一层，这回应该会好一点吧。舒服，太棒了。不错，还可以，非常宜。晚安了，朋友们，再见。